教授说，清风利用他要救治父亲的心理，提出要求要跟他谈恋爱，他被迫接受了。现在父亲手术失败了，所以他选择举报清风。这是不合适、啊、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觉得你跟我儿子挺合适。关雨晴，我告诉你啊，蓝俏俏是我介绍给我儿子的女朋友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好亲的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大叔，哎，你慢点。你慢点，你慢点。那这点伤心吗？怎么了？你能坐下？别哭了。别哭了。什么想不开的？来，来坐来。哎呀，张秘书，你还有电话吗？你还有电话吗？啊。